这次没有买特殊色，这次用一般，这次买一般色而已，银白色。Mina 也是这一只，可是它是粉红色，看了超心动的。可是现在没有出特殊色，只有出这种一般色。对啊，我今天用新的眼影盘呢、欸，我双十二买了一堆东西，有免疫，有我的头发，加个刘海。大双十二有买东西吗？我买了一堆新的眼影盘给你们看。给你们看一下，我是看娜娜前辈买我才买的，14号，可它是旧款的啦，旧款比较便宜，因为他们现在在换包装，就它这个原本。就是各大通路都是卖那个400，可是我去网络上虾皮买，因为换包装出清，这只要185，超便宜。对啊，剁手了，可是剁不一样的东西。谢谢夏木的真情告白，我还买了很多东西，只是都还没到而已。嗨嗨，大家午安，早饿。我的刘海是我自己剪的、欸，我前几天自己剪刘海，我剪超久的。应该还好吧，没有看起来很不齐。我就一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前面，然后慢慢的剪着我的刘海，应该没有很可怕吧？哦，这个怎么翘起来？找个镜子，这是那个小妹给我的镜子，可爱，因为我上一个镜子坏掉了，然后我们可爱的 QQ 就把他的镜子给我。这根怎么很不受控啊？你没有看到吗？这根，对啊，很翘哎、欸，讨厌！是发生什么事？我买了很多东西，超多。可是，其实基本上都是化妆品啦，就是补之前用完的，什么眼线液啊、内眼线啊，然后眼影盘有买了3盘，我还有2盘没有送到。对啊，超巧、欸！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他直接，他直接不受控哎、欸，我快笑死！高一点好了。对啊，好烦哦。鸡蛋就不好说了，不然妈咪补档看到我买了鸡蛋，她一定会骂死我。对，所以鸡蛋就不好说了。哎呦，太卷了！涵涵也订了，我们订发饰，然后还有订口红，我要订那个叫什么？那个。睫毛膏，对，
看起来还不错，可是怎么镜子就没有看起来很好？大家吃午餐了吗？我好饿哦。可是我刚刚早上有吃那个水果盒，我还有剩一点点芭乐，可是好想吃正餐。我昨天跟我的国中同学去唱歌，超久没见，大概两年没见，感谢他们依旧不离不弃我，他们没有抛弃我。对，好，感谢他们没有遗忘我。粘不起来怎么办？这个头发超炸、欸！你们看得到那个细毛吗？我头发上面超多小炸毛，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突然邀约，电影好看，真的吗？娜娜前辈同款，赞哦。然后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买跟前辈同款的东西。然后是我们家有一个包包，就是。亲戚送，可是都没有什么在背。然后呢，李彩杰就说：“真希望娜娜前辈有那个，真希望娜娜前辈有背，因为娜娜前辈有背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来背。”他就说：“我现在很希望这个包包就是前辈有背，因为这样你就会一直背那个包包。”我就说：“就是被猜中。”分一点哈，直接被李彩杰说中哎、欸，对啊，拿同款商品很棒好不好？他们都不懂，不懂啊。可以了，开心。鬼尾，忘记我的电棒来开着，不对，离子夹才对。指甲抠到那个拉链，然后我觉得它好像缩短了，没有啦。哇！买太多东西。啊，我有跟你们说过这个眼影盘的故事吗？就这边一格不见了，就是它某一天摔在地板上，然后就是我的整个化妆包掉在地板上，然后我没有发现。结果呢，我某一次。就是因为它其实没有很，就是它很容易整块跑起来。我之前忘记有哪一块就是整块跑起来过，然后它
就掉到地板上，然后我就没有发现。然后李彩杰某一次拖鞋子就踩得亮亮的，然后我想说，为什么？然后就一看，这个直接不见哎、欸，超难过，地板超贵。综艺般的反应，没有，我没有买那个绿帽，我没有买绿帽，真的是买不下去，花不下手，太贵了，2000多块哎、欸。放不下手啊！再看看我还买了什么，好像就没有了、欸，剩下都还没到。对啊，剩下都还没到。我还买了这个补充的心，这个的补充，然后还买了什么？哦，我原本要买眼线内眼线，就是眼线胶笔。结果呢，它也叫眼线胶笔，但它是画外面的那种，画那个眼尾的那种眼线胶笔，然后它比较硬。然后结果我昨天就拿来画，超痛，超级无敌痛。你们看这一支，这个 Can Make 的，然后它是比较硬一点的，它完全没有办法画在内眼皮上面，因为会很痛，会流眼泪的那种。所以我又还是要再买一支。难过，白买了。网购就是会遇到这种，就是来的东西发现不是自己要的，然后我那时候拿到想说，它是改包装吗？就打开看，内容物跟我们不一样，对，是硬的，比较硬的。15周年纪念组没有钱买了，唉，太难过了。想叫东西来吃，好饿。你不会觉得这么冷是要吃火锅吗？谢谢鲁神Novita的告白气球。你们喜欢今天的颜色吗？眼妆。我觉得跟平常比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更成熟一点吗？谢谢夏木的真情告白。对，我有点，我想吃锅哎、欸，有点选不出来，怎么办？你觉得要吃什么？哦，好饿哦！你们看那个宣传图就好饿。今天怎么这么美？泡芙大叔，你很不会讲话。你刚刚说无时无刻都美呀、啊！哇、哦，谢谢阿龟的紫府的守护灵，谢谢阿龟。在想要不要吃过？你们觉得要吃什么？我想吃白饭。对啊，今天妆比较重。我上次我有一次画比较淡哎、欸，就是因为最近习惯画太重，然后。因为我有一盘是比较淡一点的，给你们看。就我 Can Make 有好几盘，我还可以跟你们介绍。等一下，我把理财姐，我所有理财姐的。我很喜欢用 Can Make 的眼影，因为，便宜又好用。其他在抽屉里面，我现在超多个眼影盘欸，我以前就是秉持着眼影要用完才可以再买新的，但现在我就是觉得就是不同妆的时候要用不同的眼影，然后结果就越买越多，但是不规律我也讨厌。这个是
这个是韩寒的，可是他就不要了，他就给我，这是比较基本的大地色，然后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盘。谢谢 Akira 的质朴的守护灵，真的莉莉好好看，你们真的很不会说话，你们要说莉莉无时无刻都很好看呢、啊。对，打破规则发现哦，真香，都说过了。那你们觉得要吃啊？算了，不要吃辣的好了，吃一半。你看，就是摔倒。我这个还有一盘还没开过，因为我很喜欢奶茶色系，我有一阵子都画奶茶色，然后还有配那个，就是我还会搭配不一样的腮红，是这个奶茶系配这个，就是奶茶色的腮红，这个超好看，因为我的脸比较大，不能打太亮，像是这种，就是这块是韩寒的，就是很粉很，我不能打这种，因为打这种会更抛，就是脸会看起来更大，所以我不太会打这种，可是偶尔就是我有小清新一点的妆还是会打这颗，然后还有这一盘，这一盘就是新的，就是比较酒红色，然后我就会配这颗用，这颗是偏比较酒红一点，就是稍微就是颜色会比较重，可是很好看，对，血色腮红。哦，这个 Hime 的，它很便宜耶，好像300块吧，然后它有六个色，可是里面有点就是被我用快完了，某几颗快见底，这个是平衡推坑我，所以不要再说只有我推坑平衡也有推坑我，对，这个 Hime 就是便宜，然后显色也很高，然后不太会飞粉，然后3CE 这颗也很好用，但是它很看时间用，就是我只会把它拿来，就它不能画日常妆，因为它九格，虽然我现在只有8格，它九格都是闪亮亮的，对，所以我只有就是舞台妆或者是妆要重一点的时候才会用这个。然后呢，这个就是 Excel。可是呢，这个我已经把它冰封很久了，因为它实在是，颜色有点奇怪。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韩寒说，就是我都买一些很难画的颜色。对，这颗真的是我以前很常用它，可是我现在都觉得是没有办法用，就是我还没有找到这颗如何把它画的好看。然后这个呢，这个就是跟那个。为什么会买这颗呢？其实我只是想要一个眉粉而已，然后它就是这样子一组，然后因为它在做特价，然后那时候是想要有一个可以画鼻影，然后可是它这两个比较浅，然后是我还没染头发前买的，然后结果现在就是这两个，我就通常是拿来这两个画，然后再沾一点点这个拿来画鼻影，然后刚好头发染浅，然后这个也可以用。然后这个呢，我一直都没有什么用，因为就是它是那个那叫什么 ，Let It Go， 它叫什么 ？Frozen 冰雪奇缘对的联名款。可是我觉得这颜色就是我没有什么在用，对。可是就是我会拿亮亮的这个摆着起来用。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就是。第一次买的眼影盘，然后这是我的第二块，可是因为它对我现在的妆容来说实在是有点太淡，然后我近期只有画过一次而已，就是阻止自己不要画太重的妆的时候就是用这一颗，你们看超新，都没有什么在用平常不会啊，可是这个也还好吧，我觉得最日常，对我来说最日常最好画的就是这个奶茶色，这奶茶色是画起来真的超好看的，因为我的脸比较肿比较抛一点，就是要用这种大地色系，可是呢我又很喜欢这种颜色，就是红色啊粉红色啊，然后李彩杰 always 会说你为什么要买一些奇怪的颜色呢，就是你这些颜色你根本用不到啊，但我就喜欢耶、哦、还有一颗小颗的 Misha， 这个超便宜，这个也是偏就是跟这个有点像啦，可是这个再更日常一点，就是它是玫瑰色系，
被我用到见底。大家来说是不是都长得一样呢？还是有差，就是淡妆跟浓妆还是有差一点点的。没有没有没有，粉红色其实很看画的人的技术。可是李彩杰每次都说，你就画的不好啊，你为什么要那个？为什么要选那么难用的颜色？因为大地色是相较起来最不会出问题的颜色。哦，然后还有这个，这个专柜 Chanel 的眼影盘，可是像就是它的粉很细，可是呢对我来说，它就是有一点就是不够显色，就是对我来说比较日常比较不能用，就是粉质很好，但是。我们要拿来用舞台妆，就是太不显色，所以没办法。对，然后那是就是送我们那个很厉害，就是那个很贵衣服的那个妈咪的朋友送的，然后他送韩寒 YSL 的。他送韩寒的是这一盘。这个颜色相较起来好画一点，可是我觉得专柜的眼影盘都是粉质很细，但是没有那么显色。可是我们就是非常需要显色的眼影。然后还有，大家应该都知道樱花盘吧，就是很好用，日常妆、舞台妆都可以画。好了，介绍完了我的眼影盘。就是你们看，就是我要把腮红拿起来，就是女生啊，就是你不知道不知不觉，就是我说啊，再多买一盘，然后不知不觉你的就有这么多，对，但每一盒都用到吗？其实不一定，因为你一段时间最常用的也就那几盘而已，然后我还要买了两颗，也是 Can Make 的，只是他还没来。它是最新的舒芙蕾的四色眼影，然后对，可是对我来说评价最高的还是 Can Make 的，因为便宜又好用。赞，死亡芭比粉有啊，我的这个里面有一颗是死亡芭比粉，然后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用，这样子，这个。死亡芭比粉，可是我现在找到它要怎么用，就是上一点在尾巴这边，然后就是眼睛会看起来比较有神。这个眼影就这么多，对啊，可是我其他东西还好，我最多的就是眼影，因为眼影对我来说比较有差，然后其他可能就是一个款式有一两个，像可能遮瑕的话，遮瑕会比较多，因为遮瑕有不同的质地，对，然后遮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眼线笔会有不同家的不一样，对啊，眼影的功能还蛮多，而且像你可能戴个眼影盘，然后你如果没有腮红的话，你就可以用粉色系一点的，可是不要用珠光的，然后你就可以上一点在脸颊，就是看起来比较好一点。我不喜欢擦口红，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我不喜欢擦口红，应该说我很讨厌擦口红，因为我喜欢嘴巴黏黏的，然后我又会觉得它一直会沾口罩，然后就觉得很烦，不喜欢。虽然大家都是口红有很多支，但我就是一个不喜欢擦口红的人，我都一支那个 Oprah 打天下黏黏的，对，我也没有很喜欢擦乳液，可是我都会逼着我自己擦乳液，就是虽然我不喜欢，但我还是会逼自己擦，就很讨厌黏黏的，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有啦，有很多只啊，可是就是自己没有很喜欢有。又要重新摆。可是口红就比较多是专柜的，可是我最喜欢用的是 Oprah， 是开价的，我觉得那个最好用，就是它看起来这样，我现在擦就是 Oprah， 就是亮亮的，然后颜色也很好看，然后又不会太贵，然后很便宜，然后就是它像护唇膏的质地，然后因为我很怕就是会卡色，就是它会一直，就是你没有卸干净的话，它会掉色，就是会一直残留在上面，久了就会唇皱暗沉，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擦口红，非必要的时候我都不会擦口红，所以很多人都说你今天气色怎么那么差，没有，其实我只是没有擦口红，因为我不喜欢擦口红。放不下了，所以告诉我不要再买了，不要再买了，李佳丽，不要再买了，再买就剁手手，李佳丽。好了，这盘没地方放，已经放不下了。再买更大的盒子就放得下了耶、yeah ，应该是不要买才对吧？怎么会是再买更大的盒子呢？真的没地方放了啦，塞不下去，就这样呗，管不起来。好，关起来了。对，色素沉淀护唇膏其实也没有很喜欢，哎，怎么少一颗护唇膏？可以有一个，有一条可以，就是它好像是小护士的，然后它是比较是修护的那种，然后我觉得那个还可以，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味道，我不喜欢口红，手会再生。我不是派大星，手手不会再生，断掉就没有了。只有钱包君他会，他可以再生，只是他的 CD HP， CD 应该是 CD 吧？是什么？反正他一个月只会回复一次而已。对，所以我不能太快宰了他。他们会帮助再生什么？谢谢喜乐库玛的告白气球，耶！然后前几天在看那个。AK Bingo， 然后我从2019的先开始看，然后我看完了，然后就觉得好难过、哦。Bingo， 然后我现在从2013开始看，慢慢补回去。要看有娜娜前辈出场的，这只会剁手，剁手，手一起剁起来。我想叫、欸、你们觉得要吃什么？你们觉得要吃韩式的锅呢，还是要吃你们觉得要吃什么？好难决定哦。可是其实还蛮不想要点那个，就还蛮不想要点外送，因为好贵啊，可是又觉得好饿。你们知道花最快的是什么吗？我都花在吃的上面，我就
法存钱，但是呢，我都把它拿去吃了，好难过、哦。我的肚子又在叫了，肚子你不要再叫了，我知道你饿了，因为我也饿了，好吗？不要再叫了，全世界都知道我肚子饿了。嗨，叉七，真的啦，我的薪水花最多就是在吃上面，我的钱钱。如果我能克制住我的嘴的话，就不会这样了。钱不是不见，是都变成脂肪了啦。对，因为我宁愿少买东西，我也要吃好一点。是太爱吃，对不起。克制不住嘴呀、啊，真的是。哎呦，为什么要这么吸引人呢？还是要吃卤肉饭？哦，好难决定啊。太难过了。为什么感觉肚肚跟莉莉是分开？对，那个就是都是我的肚肚在花钱，不是我在花钱，不是我在发，不是发钱是，不是我在花钱，不是我在花钱，是肚肚在花钱。好 ，OK OK， 没问题。点了再剪掉它，感觉蛮耐二次用的，不行啊，就是应该要剪掉它，然后不要再吃了。可是就是。他就是嘴，他就是。好像打喷嚏。然后那个口水会一直分泌，就是哦，告诉你赶快点，就是他了，你不要再犹豫了。可是就，哦天哪！你们懂那个煎熬吗？就是你看着，然后都很想吃。一定没有红包了。花钱，花钱，就干脆不如不要吃啊！哦天。第三句拜拜。喋喋不休。对啊，花了这么多钱，然后你又要剪掉它，可是你就吃的时候就很幸福。怎么这么矛盾的人呢？吃东西嘛，你就是很想吃，但是你又不能把那个热量留在身上，就是一个很矛盾呐、啊。是，那为什么我就不随便吃一吃，吃个会饱的东西呢？但你就是会想吃好吃的啦。哦哟，然后越看越饿，讨厌，人不听。遇见了强大的境地，输给我也不算太糗。马吉斯卡拉肯罗，好饿。怎么办？我都选不出来哎、欸！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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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要吃锅，那我要吃什么锅呢？还是我要吃麻辣啊？不要吃辣的。嗯。
过过过。还是就是我吃完，然后热量转移给你们，对，然后我就可以吃得很开心，然后就是也不用担心会变胖之类的，就是有没有热量转移这个东西，这样我可以吃得很开心，然后不用担心热量。好，有说爸爸上班加油。那 rock and roll 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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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不能转移给我，只有我有办法转移给你们而已。对，转移这种就是这种技巧，只有我学起来，只有我可以转移，你们不能转移，你们只能接收而已，你们不能转移给我，这太邪恶的思想了。好，你们开蓝牙，我传给你们。我传那个，我传热量给你们，滋滋滋滋，然后把我的肉也传给你们，滋滋滋滋，黑科技。现在爬出坑不行啊，你们只能在坑里接受我的热量而已。成功的人蓝牙传纸听起来超棒，对，你们就只能接受我们的热量。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每次都学那个 Mina。 嗯，对，强制接收，你们都给我接收我的热量。我已对一张面交锋 Showtime。 对，你们蓝牙都给我打开，接收我的热量吧。哼，霹雳卡霹雳啦，布布尼亚贝贝鲁多，接收热量，耶、yeah! ！损失与虚功为多少？不会损失，因为这种就是粒粒的爱心，不会对你们不会有所损失。就算在传送的过程中，它还是100%的，懂吗？就跟我对你们的爱一样，所以我对你们热量也一样，就是不会有损失。为什么觉得我跟李彩杰越来越像？一本正经。讲些有的没的，你们只可以接受我的热量，接受吧。一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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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Rock and roll， 那我就不用吃饭了。对啊，就是你们不用吃饭，然后你们只要看我就可以饱了，这也是精神粮食，对不对？我可以把热量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也不用付钱吃东西，然后就是我吃的，然后都给你们，然后你们就是可以看着我就好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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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懂精神粮食的用法了吗？对，就是看着就会饱了。是不是可以看莉莉，然后又可以吸收热量？
高的莉莉计划中，对，一举两得。蒙拉甘，哎，蒙拉甘，哎，哎，甘，甘，甘，哎，等下太久没讲台语，那个台语能力的退化、欸。Rock and roll，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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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就是能量转移，就是强制性的。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那个。那个字要怎么念？我突然忘记了。Cam Seco， 蒙拉 Cam Seco， 是这样吗？太久没讲了。Cam Seco， 大家记住。Seco， 我知道了，我是忘记 Cam 是不是 Cam。越看越想加哎、欸，还有鱼包蛋，不行，再加一加加下去就很贵了。你莉莉克制你的手，就是要吃便宜一点，然后还一直加一堆，然后可是想吃蛋糕跟鱼包蛋，这样多少钱？这样是有白饭吗？还有付白饭吗？然后有些餐厅都没有写，就是到底有没有付白饭。然后呢，我每次都点下去，然后就是我看到没有白饭，因为没有白饭我真的会饿死。然后呢，他就来了，就是来了两碗。对，就是单点加一加，你就会发现怎么这么贵，很可怕，你知道吗？就是到底为什么要把加就是。加料写在旁边，因为你看着你就会一直想加，然后加下去你就发现不得了，因为就是你本来吃个小火锅可能180这样，然后就你发现你的配料加一加，然后你就吃到300多块，然后就发现为什么因为配料加太多，就原本小火锅是便宜的，结果你加上去直接去吃那个高级火锅了。我超爱吃丹欧的，你知道，就是看到丹欧就觉得。鱼包蛋，鱼包蛋很好吃啊！算了，就点了，反正我一餐都那个做两餐吃，那再点一个白饭好了。点了，哟，蛋蛋，锵锵锵，妈妈妈妈，这是卡拉 camera。他即时，然后40分钟，这样会不会就是饿死在这边啊？小菜，原来我没有绑卡。Let's go， 要绑一下卡，真麻烦。这害我瞬间好了。对啊，还是不要订那个某圈猫。对，那个太久了，那个等到花儿都谢了。这是什么梗？可是好耳熟、哦。没有，我不用了，我用另外一个我常用的程式。你不觉得手机壳很好看吗？这样我又要重新选，讨厌。秋冬无法压抑，校园角落。沙茶，它没有沙茶锅，它
泡菜锅、海鲜豆腐锅、麻辣锅，你为什么没有？壮横半胸，深深把拜托，谢谢给我的紫蒲守护灵。吃什么冰棒？不能。好，加卡吧，不同家，不同家。Showtime， 对对对对对。嗯 ，Let's go。Let's rock and roll， 对对对。它有附蛋欸，可是我还好，我没有特别想吃蛋。好啦，看来看去还是这一家。嗯，可是想吃一点不一样的。输给我也不算你错。你们不觉得最难的就是挑要吃什么东西吗？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每天的，每天的。就是我不是在想，就是我都不想吃，我要吃什么？是我都很想吃，我今天到底要吃什么？你懂那个差别吗？再一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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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试试看这家，好像很好吃。牛肉锅，他没有沙茶牛肉锅，可恶，没关系，我家有沙茶酱。拜托。蛋鸡了，加糖哦。让我们同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雨包蛋，随便点210这样，在90块可以省下60块。我最讨厌那种就是满多少可以折多少，然后你就是逼着我还要再继续点呢、啊，不是吗？你们真的很坏哦。但呢，我就是会就是继续点的那个，因为我就是对，好，我点好不好？我点。我点，你们都这样，就是多写嘛，就是要多点啊，讨厌。对，都是套路。你们知道那个柯南里面犯人走过最长的路是什么路吗？柯南的套路。对，就是会把它补齐，就是你明明没有那么必要啊，但你就还是会点啊。莉莉是长白草，凶手走过最长的路就是柯南的套路。怎么能够？哎呦，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点什么啊！可是就是这样很浪费耶。谢谢花生的告白气球，可是就很没有。什么？热量陷阱也踩下去。噔噔噔噔！请问不对，我不喜欢吃麦当劳。什么？上面说什么？哎，中午要吃什么？对啊。
什么好笑？人必须死，对，必须死。噔噔噔噔噔噔噔，マジスカロカロ。算了，我付现好了，我应该有现金吧，看一下。到底要吃哪一个？哎呦，真的很难决定哎，讨厌！到底要不要用那个优惠？可是用那个优惠，我就要再点60块啊。有啦，有现金啊。可是这样子加一加，那个料都可以再点一锅了。它有番茄锅，是我明天。哦，你们有没有遇过自己的就是妈妈还是妹妹啊？就是你要问他说要帮他买什么午餐呢，然后他们问不知道，然后不知道的时候呢，你就要想他们到底要吃什么，然后你就提什么都被打枪，你要吃什么都可以啊，那什么什么好啊，不要。对啊，吃什么不要，要去那里玩吗不要，那你自己想啊，可是我想不到啊，最讨厌的那种。谢谢幻影战士的锦鲤，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事情呢？没有，家人也会好不好？要不要吃什么？不要，那你想啊，啊，可是我想不。不一定要女，不一定要女朋友，家人就会了。团购35块是不是有点贵啊？可是好想吃哦，也好想吃鱼包蛋。噔噔噔噔噔噔，好啦，就点啦，相信宝宝会说好的。然后鱼包蛋。天道万尽心，他说的你。明白的事都没意义的事情，其实干干净净看不顺眼的去买瓶人不停。对啊，到底是谁发明菜单可以选择困难障碍的人？在90块可以省下60块，可这样表示只要再花30块，你就可以获得300块的东西。痛哭，遇到一次就少一个朋友。全联单哦，一包39，那算了，不要加了。不要加，不要加。哦，可是我想吃，那不要加了，太贵。加一包蛋就好。啊，一包蛋35块，它才2颗，市场卖一颗也才10块而已。可是我想吃。一包蛋跟单哦，一包蛋跟单哦，可是这样。不行啊，这样子没有到外送的标准。好啦，他就是叫我点啦。好啦，我不要进你的套路，我就吃这样就好了。210够贵了。
还是我再忍耐一下，自己出去外面吃。好，算了，我再忍耐一下，等一下自己出去外面吃。吃吧啦，吃吧啦，吃吧啦。外面吃不用那么贵，忍耐。不能浪费钱。我再有一个小时，我们有点心慌的感觉。今天二不行，我礼拜四有其他事情要做。吃泡面，泡面好像也不错。假说叛逆，再绑个头发，热量没关系啦，热量不是重点，好吃才是重点。到底有没有下单？没有，买不下去。泡面也不错吧？不是哎、欸，可是我不能吃辣，就讨厌。不然想吃辛拉面。再一波，其实爸爸留了一片牛排给我煎，爸爸说今天叫我煎牛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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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留了一块牛排，跟我说你下次可以直播煎，有点犹豫，你们觉得呢？可我觉得有点吃太好。然后那个档次直接 level up。茶泡饭可以啊，只是我是不喜欢吃亲子冻那种，可是茶泡饭可以。
老鞋蒸米汉堡，笑死！婆婆好像要买那个，外婆好像要买米汉堡，可我今天不想吃米汉堡。我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后面有什么，有什么好的，有什么口味的，剩下什么味道？哎呦，我的鲨鱼夹。今天谁代班？今天柯南代班一下。没有满汉大餐，剩新拉面。那不要加太多的辣粉啊！那是辣，因为剩其他剩麻油鸡跟花雕鸡面。我第一次犹豫食物犹豫这么久，讨厌。不敢吃有酒的面，不敢，我觉得酒味很可怕，就连那个什么麻油鸡呀那种我都不太吃。不要加米酒，不要加酒也不错，可是这样就浪费了那个面了，而且那是妈咪爱吃，不能把她爱吃的吃掉，好难哦。Thank you. 마디스카라코너なぜ息が出るだけでガンナが飛ばしてたって始まらねえマジスカロクロ力見せつけたいならここでタイムハローでショータイム。其实我是很想吃，但是今天有点不太适合，算了，不吃。小猛音。いてるかな、半端なヤンキー、お掃除しなきゃ。マジスカルカロ、息が出るだけじゃ。飛ばしてたって始まらない。何つかるかな、見せつけたいならここでタイムハローでショータイム。デ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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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几天在看 AK Bingo，然后才发现原来他们好像是每年嘛都有那个看手相啊，最近才发现的吗？笑死。谢谢 Akira 的全力声援。プライドは胸の奥の譲れね生き方さ漏れてる勇気そこで負け出るぜマジスカルカロ本気で生きようぜ
死んだ目をして捨てていたって每年都有我觉得看手相很酷耶我因为我现在在看2013的然后2013就是我在看2013第一集然后就有看手相我觉得很酷耶不知道我的手相如何荔枝第一个发现笑死我还是很细心的再绑个头发好对啊看一堆还要排名超累我又天哪觉得那个看这么多手2013好像是169位好累看了我都觉得累了那么多只手マティスカルコロ大家有没有去买了真的不买是你们后悔哦后悔哦哎呀还有生写真哦很好看哦真的要去买一下不买真的是你们会后悔诚实降级恶搞躲避球哦那个气息相扑真的很可怕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昆虫我觉得很恶心非常的恶心我超讨厌昆虫你们不觉得昆虫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吗我觉得是手空都看到烟雾手手笑死那个鲨鱼夹触动一下夹一下我的头发那鲨鱼夹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来说非常的方便那个煮过了、啊、什么煮过了这样好像有点行动耶花雕鸡还是我去泡花雕鸡的来吃很好吃吗你们有吃过花雕鸡的吗因为妈咪很喜欢吃甲虫王者虫虫虫虫很可怕耶超讨厌虫虫你们最讨厌什么东西昆虫的话你们最讨厌什么昆虫我很讨厌那个好吧我应该都讨厌我没有喜欢的昆虫毛毛虫你知道我以前养蚕宝宝超痛苦吗我真的很不想要碰它们很就是你会我现在起鸡皮疙瘩想到那个画面哦不行还好啦每个礼拜这样很多好不好不讨厌也不喜欢不喜欢喜欢那个就会笑死我先各买个莉莉的好谢谢夏木耶可以看但不行我不能看耶蚕宝宝不行耶毛毛虫也不行我觉得好恶心哦
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满汉大餐。哦，等一下，我们换个话题好了。我现在整个人觉得很，就是哦，不行，真的不行。对不起大家，我错了，我臭了，我们可以换话题吗？全身毛骨悚然。我不应该跳起这个话题的，好恶心哦！是认真会哦，不行。我们换回食物的话题。我真的很喜欢吃，小时候很喜欢吃那个，就是有一个猪猪形状的小泡面，就是那个食物，就是那个量刚好。然后很喜欢吃那个日本有一个是黄色包装袋，然后它有两种口味，酱油跟味噌，那个超好吃耶。算了，等下再放。先吃东西，我太饿了。你们握手会如果跟我聊重重的话题，我就跟姐姐说，姐姐是没有怪人啦，他们一进来就要跟我聊重重。这里有一群怪人，黄鱼。你家下次进不了直播间，我告诉你。恶心，真的很恶心，千万不要好吗？穿这样附近去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们就进不了握手力，我告诉你们。因为我记得这个的那个面很好吃，等等啊，还有枸杞，我看你后悔了。昆虫没有，我直接跟我那列的 staff 说，那个不好意思，那个穿昆虫装的不要让他进来，那个本人非常惧怕昆虫。不喜欢枸杞，红枣可以，就是枸杞不行。我没有很喜欢吃养生的东西。哦，它有一块鸡肉哎。那就去外面丢。就。柯南代班。我去装一下水。泡面不养生？没有啊，就是它还是养生的，就是加了枸杞。
怎么办？它好养生的味道。希望我可以平安顺利把它吃完。花雕枸杞鸡肉面，黑卡斯的鸡肉，哈哈哈，笑死！被砍到只剩鸡肉，没关系，因为不爱花雕，也不爱枸杞。枸杞，maybe maybe， 好きなのかもしれない。青い空には。嗯，没有卫生纸了，涵涵床头有，那涵涵再来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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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面不养生，可是它的味道很养生啊。怎么办？它好养生哦。他在这里睡有多少？50块跟25块的价。哎呀，人家就不喜欢呢、啊。好香哦！话说那个，那是哪一个？那个秋日祭典啊，那个好像在阿安的画面里面看到一个熟悉的人物哎。大家有没有看到安安的那个画面里面有个熟悉的人物？花雕真的很香，它真的很香。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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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阿拉，阿拉，怎么有人拜拜了呢？阿拉。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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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dear Carol， 呀嘞呀嘞的，上班去哦！啊嘞啊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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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狼奶ちゃん，啊嘞嘞。应该可以了吧？我想要再写一下。哦，它真的有香哎，可是好养生的感觉。它的面是我喜欢的面，我喜欢细一点的面。结果选择障碍到最后是吃泡面，笑死。啊啦啦！好好好，拜拜。什么叫做都是草煮的可以啦？那泡芙大叔，哈哈，明明是 Daisy 的，你为什么推了一堆不是的？你还推了两组草，是两个草煮的、欸。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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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面的我们不好了吗？没有啊，因为他要让莉莉感受到，就是莉莉的，就是大家就是终究还是得面临大家越推越多，然后
就是原推已经不再那么香了，年纪小的比较香的问题。对，终究还是得要面临，就是不再是可爱的小女孩了。唉，对，因为食物太贵，真的是因为食物太贵。三局两草了，我是不是该跳槽？学校空盘要推那么多、哦。应该可以吃了吧，我好饿，吃一口看看。嗯，还蛮好吃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吃。妈咪小时候都会那个帮我们小时候的时候，不是妈咪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妈咪都会帮我们把这个打开，然后就把面放在里面放凉，然后给我们这样吃。出生就输了，没关系啊，没关系，迟早要面临这种问题的。我们要学会看得开，我们要学会看得开，因为我不会往两边，我只会往里面看得开。单车例子不好吗？好啊，可是只可以推，就是推我跟推涵涵，就这样。再说不要啊，看看，不要啊！大家都默默的消失了，我们只能莉莉心里苦，但莉莉不说。够开了，可以可以可以。头锤杀，笑死！眼睛直在旁边。你们自己说是不是？年轻的孩子比较香，像我这种老了就不香了。好、哦。默默越推越多了，希望大家还是要忠实对待自己。总有更香的、更香的妹妹们出现。你的论点，年轻、欸、这个真的很好吃，会让我下次想要再买来吃。我把妈咪的花雕鸡面吃掉了。没关系，像是那个相信妈咪，剩下麻油鸡它还是可以的。可以先到旁边去，直接被排挤。哎、欸，真的有好吃哎、欸，推荐大家可以去吃。
就算不用加酒也是好吃。而且不对，有时候我说不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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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了而已，我老了。我是38岁的莉莉，我现在应该是39岁，过一年。不要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是我们都不说而已。缺点只有肉，为什么？我觉得还不错吃啊，只是比较干呐、啊。可是我觉得泡面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加酒也好吃吧，虽然我是不知道加酒是什么味道。我们家里必备的是满汉大餐呢、欸，因为我很喜欢吃满汉大餐。而且是不会辣，还不错，然后还蛮好喝的。它的汤很深得我心，好喝，就最佳啊，笑死，鸿门宴。这一点应该没有差太多，不行，不喜欢酒味。家里煮那个麻油鸡的时候都不会吃，拉近一点，耶，还有点小酸。我也很喜欢这一首，很可爱。他的跟你是说那个吗？微波食品吗？我有吃过一次，可是我觉得汤面比较好吃。是什么奇怪的东西？一开始嫌弃人家，对啊，结果还是好吃的啦。我知道，君の言葉好きじゃけじゃけじゃけんじゃんじゃけん。微波，你会试试看那个
Seven 那个牛角的，酱烧牛五花，我应该没有记错，那个超好吃，推荐你们去吃。微波食品问我就对了。好，其实也没有，最近吃比较少微波食品，我就最爱牛角的那个牛五花便当，超好吃。Suki Yaken， 哦 Yaken。AKB 有方言的歌吗？还是比较少。什么巧克力塔？你们有吃过那个吗？跟那个飞鹰牌炼乳合作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炼乳银丝卷。噔噔噔噔噔噔噔。等一下，好呀！但是原本就是，不看起来就不好吃啊，不喜欢中药味，然后吃下去，真香！有人有吃过，可以告诉我好吃吗？因为我还没吃过。好吃的话跟我讲，我再去买来吃。因为我是听有人说吃起来普普，所以我后来就没有买。如果好吃的话再跟我说。微波食品真的很方便，兴趣不高。我好喜欢，就是你们会直接吃炼乳吗？就是不沾东西，就炼乳配那个吐司也很好吃，然后加在那个牛奶里面再微波也超好喝。这牛奶配炼乳，虽然很甜，但很好喝，推荐给大家，可以试试看。大家喜欢日本的炼乳还是台湾的炼乳？你们有吃过日本的炼乳吗？就是。那个红色的外包装，很好吃哎！炼乳直接吃很好吃，超好吃。谢谢泡芙大叔的浴衣，推荐给你们，或者你们可以就是一颗草莓，然后挤超多超多炼乳。韩寒小时候会一直把炼乳跟美乃滋讲错，他说：“姐姐，你可以帮我拿一下那个冰箱里面的美乃滋吗？”然后就说什么美乃滋，因为我们家也不喜欢吃美乃滋，全家人喜欢吃美乃滋的只有我而已。然后就知道，没有美乃滋。他说：“哦，不是，是那个炼乳。”我说：“差很多好吗？虽然它都是白色的。”先说金马银丝卷，哦，毕竟现炸的嘛，可是那个就方便呢、啊。对啊，我也是。我会先在那个尖端上面挤一点点，然后先把头咬掉之后，再把那个刚咬的那个平面全部挤满炼乳，然后再咬一口，然后再把就是它的面积会越来越大，然后就一挤越来越多，然后快滴下来的时候再赶快塞进去，好好吃！你一盒草莓才可以一条炼乳，我们家应该可以，就是怎么一条半、两条之类的。电炉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有人不喜欢吃电炉的吗？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吃美乃滋。然后以前那个，你知道合菜不是都有那个鲍鱼或龙虾，然后不是会挤一堆那个。挤一堆那个美乃滋嘛，然后丽彩姐就会把那个美乃滋全部刮掉，然后放那个就是把它裹在我的那个龙虾上面。
飞燕好，是飞燕还是飞鹰啊？那我就只加在刨冰上面哦，加刨冰很好吃，刨冰一定要，就算加十块也要，真的。炼乳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它比巧克力酱很。他的歌你喜欢吗？台湾的炼乳比较甜，你没有吃过日本的炼乳吗？我有点饱了，谢谢花生的直扑守护灵。这是有一只燕子的那个、啊，超好吃。炼乳加馒头，很多地方都有卖啊。你去那种什么那个百货公司楼下那种大超市一定有，不然就是。你就上网查，然后去找那种卖日本糖果都有卖。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就是炼乳很甜很甜的味道的话，那你就不能买日本炼乳，因为日本炼乳比较没有那么甜，可是它好像比较香一点。对，不太敢碰炼乳，为什么？不喜欢吗？跟我说日本，笑死！找到炼乳同好了。炼乳是三杯糖，很好吃耶，我超喜欢。那个奶香味，棒棒，有点饱了，可是好吃。妈咪，我把你的花雕鸡面吃掉了，没关系，我还留了花雕酒给你。嗯哼。剪刀石头布。我就很熟悉悉，什么？为什么？这是什么天大的灾难？是不是天要塌下来了？为什么我怎么可能输给西西呢？一条炼乳等于一杯牛奶是吗？不止吧，一瓶吧？怎么可能只有一杯？你们喜欢吃和果子吗？我觉得和果子超甜的，因为我之前是就是第二外语我选日语，然后就是老师就准备和果子给我们吃，可是超甜。你们喜欢吃日本的什么？我超喜欢吃日本的那个牛奶冰双麒麟，双麒麟超赞的。我每个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常是冬天去，就是不管外面多冷，然后就是一定要拿这一支双麒麟吃，但是好贵。我记得好像有一家叫什么原吉兆安吗？就是一家和果子店，然后好像在很多地方都有。它超贵，可是我记得好像吃过什么蜂蜜蛋糕还是什么，可是真的很好吃。好想吃吃看闪电泡芙，可是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那个什么帕巴罗，就是那个乳酪塔还是 cheese 塔，我忘记了，那个也很好吃，就它上面有印一个 P 的那个，赞。日本有很多好吃的甜点，我想去吃银座有一家那个什么
什么很有名的水果千层蛋糕，你知道吗？那很好吃的感觉。可我上次不是有 po 过一家那个水果千层，真的是好吃到会想让我再去吃一次。然后我觉得羊羹很好吃，可是妈咪说羊羹好甜。就我们之前有一次去油马温泉，然后住那种比较高级一点的地方，然后就是还有独栋的小木屋，然后超棒。可是好像已经不知道还有没有照片。然后他就是一开始就有给那个甜点和果子，然后就是给羊羹，不是和果子、啊，就是给羊羹，然后觉得羊羹很好吃，可全家人就只有我爱，他们都觉得太甜了。找找看有没有油马温泉的照片。原籍照啊。我很喜欢吃那个、欸，就是蜂蜜蛋糕上面的那一层，就是咖啡色的那一层，我觉得好好吃哦、喔！我每次吃都是先吃那一个。找找看，这是几年呢、啊？おにぎり。哈哈，以前好可爱啊！好像油马温泉的照片到底在哪里啊？可恶！对啊，我还蛮喜欢，可是我很挑东西，像是那个软糖那类我就不行。地味な花は気づいてくれない。 Yeah, yeah, yeah. 好吧，算了，我找不到。ぼんやり聞いていたら動き出す、止められない、今の気持ち占ってよ。大家有没有听那个日文版的呢？有没有买我们的 USB 呢？日文版买起来，日文版你们不买真的会后悔。有莉莉很好笑的日文，对，有知道到底。看不到甜品还是猪吗？作りたいだけど自分に自信ない。我还蛮喜欢吃那个、我还喜欢吃卷饼什么卷饼，卷饼很好吃。欸，可是为什么找不到那个油马温泉？真的超棒，它真的是独栋的小木屋，都超贵，一碗超贵。然后奶奶那一天还就是我们住的那一天晚上，她还开就是我们吃法国菜，然后奶奶还开了一瓶我的生日的那年的年份的酒，红酒。私も見て。哦，你现在每天听，本来就应该每天听，好不好？先预购日文版哦，好吧。我本来想说，你们如果那一天就是那天有买的，现在就可以拿到了。以前你偶尔吃，现在你应该要天天吃。以前你偶尔听，现在应该要天天听，因为莉莉唱了。
可是生八条有一个味道，我忘记是什么了，它会辣辣的耶，它的粉，它外面的那个粉，让我查一下，生八条，生。它是果什么、啊？哦，肉桂啦，肉桂，不行。对，你们知道我不喜欢肉桂这件事情吗？我就是不喜欢肉桂的味道。可是如果不裹肉桂，我就觉得它是可以的。可是加了肉桂，我就不行，就我也不能，就是我也不爱那个什么酱油团子，因为我觉得好奇怪的感觉、哦。然后之前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他们在烤那个团子，然后就觉得哇、哦、看起来好好吃哦，然后结果那个我就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吃，然后爸爸就说哦好啊，那就买啊，然后买了，然后咬下去，然后就惊恐的看着妈咪，她为什么是咸的，然后妈咪就静静的说哦，因为它是酱油团子啊，我就说嗯我不敢吃，可以帮我吃掉吗，她说你每次都点一点不吃，然后就她就帮我吃掉了。不喜欢肉桂，那个吉拿棒我也不喜欢肉桂的味道。可是那个你们知道，就是国父纪念馆附近有一家就是那个吉拿棒，然后它可以不加肉桂粉的，它好像有什么坚果粉，然后你知道我一吃直接爱上哎、欸。妈咪每次都说你们很奇怪，你们都点一点然后不吃，然后每次要给我马六徐家碎哦。那个睡前音乐可以放那个。那个365天吃飞机，或者是无关翅膀。酱油团子就是很特别啊，就是团子有一点点甜甜的，可是它外面的酱又是咸的，然后因为它有点勾芡的感觉，然后你觉得就是，嗯，就是会觉得好奇妙的味道。酱油团子我不行。真的假的？肉桂对女生是身体好？真的吗？咸甜咸甜，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咸甜咸甜的东西，就是它应该是咸的，就是咸的；它应该是甜的，就是甜的。我没有办法接受咸甜咸甜，我觉得，没办法，彩莲，这个我也没办法。啊，爸爸不要限定结束才碰到，没有，因为我那天是最后一天去吃的。就是他刚好也是最后一天，所以你没办法踩点。对，要甜不甜，要咸不咸，就是有点诡异，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感觉。ゆっくり歩こう。哎，我发现从刚刚到现在放的都是那个，都是里面收录的歌，大家要去听哦。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有凝血作用，真的假的？可是我很怕肉桂的味道、欸、その先が見えず悩むこともない目の前。对，所以苹果派我也不行。苹果派我也不行，就是好像我之前还有吃过一个，就是我也不太能接受一个，就是我们家也不太吃羊，所以我也不太能接受羊的味道。然后好像有一个叫什么茴香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我忘记，反正它就是可以加在，就是一种草吗？然后他会把它剁碎加在食物里面，那个我也不行。可是我忘记它叫什么东西。叶配肉桂卷，我会跟姐姐说，姐姐那个，这就是，对我有点害怕肉桂。可是如果
它的肉桂卷的味道不是很，对，还是要看啦。它如果很好的话，就是我还是可以。可是我们基于就是精神，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就是应该要把它就达到宣传的那个。是茴香吗？是茴香吗？对啊，都甜咸交杂。直接扔地上，很坏耶。是茴香吗？我有记错吗？这是一个绿色的草。日本最棒的还有白饭，我超喜欢去日本吃白饭，我每次去日本都吃一堆白饭。接受得了什么？那两个字被码掉了。超绝大部分都是是没错啦。那应该是茴香，原来我没有记错名字，因为之前我吃过，就是他加在面里面，然后就吃过一次，然后就发现哦不行哎、欸。然后妈咪吃她也觉得不行，就应该是我们比较不能接受这个味道。日本的米超好吃，我真的想去吃饱哎、欸！给我一个饭桶，我直接拿那个饭桶起来挖。风铃草是来的，风铃草是花黄鱼。哦，不然要暂停。是玩到吗？不是，他当掉了。他直接关掉，是发生什么事？他在重新开机耶，是在哈喽。花椒还好耶，直接跳掉，是发生什么事情？好吧，那就继续听马吉斯卡。大家有没有每天十刷呢？麻烦大家帮我们听起来，就是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可以有别的。对，希望大家可以刷起来。现在才多少？39000而已。希望大家赶快看起来，宣传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至少不是才刚买，对啊，没有啦，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在学用电脑剪片，然后我昨天晚上就在剪，然后我就很不习惯，然后可是因为我是用 MacBook Air， 然后它是就是你们知道 Air 比较不适合拿来剪片，然后它整个超档，然后我大概摸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放弃，我就开始用手机剪。因为电脑它就是跑不动，然后我就是要等它等很久，所以我就生气，我就想算了，我用手机剪。白饭区真的很赞。对啊。所以我后来，因为我其实没有原本没有想说要拿来剪片，所以我们只要拿来打算弄其他东西，而且，对，就是没有想要把它拿来剪片。可是后来想说，我拿电脑来剪剪看好了，不剪没事，剪下去真的是快要气死我自己。跑得动，可是就很慢呐、啊。就是你等待的时间大概你就可以就是吃完一碗泡面，然后就是吃完一个饼干这样子。好了，没有那么夸张。
M1 是什么啊？没有，我是用今年出的那个2020版的，可是我忘记我是选什么了。我忘记我有没有升级，可是好像没有升级吧，好像只有就是什么512还是什么，忘记，反正我没有升级，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就在想，我到底要用 Pro 还是要是 Pro 吗？MacBook Pro， 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到底要用 Pro 还是要用 Air， 可是想说不知道啊，感觉以后应该不太会需要拿来剪片是干嘛的。好，我后悔了，生气。新今天可以轻松解释，结果遇到，对，结果遇到了。没有，我昨天就想说，不知道用电脑剪片会不会有什么差，就想用电脑剪剪看，结果一剪没，就是没剪没事，一剪快气死自己，我就花了一个小时，然后花了好久时间等他跑。UCCU， 没有啊，而且其实我那时候也有点是因为为了这个颜色而买，因为它是玫瑰金。发发也是这一台，我们都是今年买的，然后他也是，就是我们两个。是一模电脑一模一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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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差，卡到你会哭出来，真的。所以我就想说，哦，算了，我用手机剪的快。手机处理器跟它比 Air 好，我笑死。没有，所以我现在就拿这个，然后我就是电脑可能拿来放音乐，或者放那个 Bingo，AK Bingo， 然后。我就一边放，然后我就用手机剪，因为我之前其实也都用手机剪，就是手机用比较习惯。可是昨天不知道就为什么心血来潮想拿电脑来剪，然后没剪没事剪了，差点气死自己。对，每次都觉得未来不知道干嘛，可是就是总会遇到。对。光头发解决不了问题，前面还在用座机来。没有啊，可是我想说，真想说，而且就是因为 Apple 还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 draw 的，所以我就把影片 draw 到那个电脑里面，然后开始剪，真是快气消，气死！还是乖乖用手机剪吧。觉得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然后买一个剪片会很卡的东西，气死！很可爱的会做处理，对 ，AirDrop 真的很方便。就也没有，可是我是今年才买的，我今年才买，生气。我九月才买的，才几个月而已就叫我卖掉，不太快。对啊，我是觉得九月。我都买两个月了，你叫我卖掉，不行。结果买一台只能拿来追剧的，真的是。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有知道这个梗吗？谈生意用，真的假的？这不是，对啊，不到两个月啊，笑得很僵啊。阿翔，你不要再讲了，问哦，好不好？没有，可是那时候是因为看它的颜色，就觉得哦，好好看。
送旧迎新。对对对。生气耶。对。我觉得也很容易被颜色吸引的人啊。就是你知道就是。买起来我要买来做报告的啦，买回去啊，没有啊，就是啊那个啊，结果就是最后还是用手机做，很多真的是手机就可以搞定了。猫咪表示，你为什么要买笔电，买那么贵的？啊，就喜欢啊，就外表很好看呐，啊，就是你就照片也可以抓得过去啊，那啦。耶，换了新的，不要，这是我自己买给我自己的，这是我自己花钱自己买的，我要把它一直留着。买钱做笔。这首歌超可爱的，不会跳，这好像不难耶，到时候就还是玩掉。对啊，若笑那边比练强，笑死。好きだ好きだ。好啊，念榜啦。好きだ好きだ。第一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沙茶，为什么听成扎卡锅？不是，是沙茶锅。扎卡锅成什么东西啦？谢谢幻影战士。第二名是花生，花生花生，今天的自强告白，好，我也爱你们，谢谢花生。第三名是圆滚滚，跟苦力一样圆滚滚，谢谢圆滚滚，圆滚滚。第四名是鲁神诺比塔，谢谢鲁神诺比塔。小弟子，小弟子哪里习惯的这方面，还是开玩笑，再来疯狂小模仿，耶，喜欢模仿。哎呦，我穿你们到底在干嘛？怎么没带？真的吗？没有，是因为我喜欢穿宽松的。我记得我是是 L 还是 M， 我忘记了。可是我是买大的啦，不是，我的是大的，不是，我是自己有一件，我是大的，不是买。影片歌，如果是天黑，我真的用打了，我炫你的，我也炫你们啦，耶，耶，第五名是西洛库玛，一边是西班牙配，一边是西班牙配的小蛋蛋，就用这个时候，元气这。打开加水，哎呀，真香，笑死！先打开加水，真香，哎呀，真香啊！香到什么？你们那个退休的，你才二十岁，哎，我还没二十，喜嘞 ，hello， 喜嘞 ，hello， 谢谢喜奥库玛。第六名是阿 Kira。是什么？还是就是真的是你知道，就是选择障碍的人，真的是会遇到这种问题。第七名是夏木，谢谢夏木。慢慢努力当立立神推，没问题，期待你。其实现在就可以当立立神推了，耶！第八名是 Eddie。
Eddie 没有更新耶。Eddie 为什么没有更新？第九名是西西。那可能也可能不会。为什么要延长一个学期？读到大五？为什么你会读到大五？你又毕不了业。谢谢西西，第十名是九啊，谢谢九啊。第十一名是阿龟，宣宝。第十二名是扎卡扎，第四八是越来越可爱了。扎卡是不是觉得别人越来越可爱了？好，扎卡扎。第十三名是北原神推，谢谢北原神推，谢谢。第十四名是陈，谢谢陈，谢谢。多雅音。第十五名是 Champion Nick， 你看太棒了，真的笑死，好啊 Champion， 笑死，宣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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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感谢你的死，你不要诅咒我，我没有诅咒你好不好？但是赶快毕业比较好啊。哦，九啊，宣谁？为什么是那个宣呢？好啦，要说拜拜了。等等，好啦，大家拜拜咯，拜拜。